我在河套明珠诸暨镇，这是一片唐河、白河冲击而成的美丽富饶土地，素有“万里茶道名镇”的美誉。2020年，通过道路硬化、绿化、路灯安装、三元建设，形成望五农耕、阳刚荷塘、潘湾梨花等农旅打卡文化精品村，形成梨、桃、葡萄、火龙果、夏枣、辣椒种植的一村一品，点亮休闲、观光、品味乡土风情的农旅模式。悠悠千里梦，依依故乡情。诸暨人民祝在外创业的游子们事业有成，健康平安。